哎呀，这把唯独我跟你们说啊，是这个猴不能起来，别人无所谓，像什么剑圣这种的，这都不是什么爆发伤害，是打我身上都不咋疼，唯独这个猴他不能起来，这猴起来对我们威胁有点大。基姆一定得顶住压力啊，基姆，基姆不给我顶住压力是不行的，这个基姆四个点烟，嗯，对面四个点烟，那 ADC 也带个点烟，不知道干什么玩意儿了。我给你个手里干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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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把这剑圣给他杀了，再把这 ADC 给他杀了，先吃个药啊。手里干戳，这卡特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手里干，这卡特没闪现啊，戳手里干，闪现掏手里干，我们一下拿了三个头，我们无敌了啊。开场两分钟我们无敌了，先好好的补会儿刀，手里干，先回家了，出装备了，先耗他一波吧，不耗白不耗啊，反正我们现在的血也没啥用，还收个兵挺好，回家了。先买个巨齿短臂，德莱文着急了，急就急吧，没关系。现在我们打着卡特已经很痛了啊，左边插个眼来，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W EQ 上来掏平 A 回来转，手里干，哎呀还回来呢，哎呀我炮车，我今天拿你血祭我炮车，兄弟扣一下，四秒，三秒，两秒，有点烟。W EQ 上来掏，瞧准他要补刀的这个时机啊！吃波塔皮吧，把塔皮吃了，我们回家了。东路插个眼儿，也可以再杀他一波。其实，我试试看啊。WEQ。补个刀，
回家。这波其实不好杀呀。还行。哎，这，哎呀，这什么防御塔？可恶，可恶的防御塔，来个布甲还不呢？没给剑圣，但是我亏了呀，我这是850块钱呢。防御塔稍微有点过分 ，WEQ。第二个手里干不乐意中啊，这。可能剑圣要来了啊。这波去也去找剑圣的，看看剑圣是不是打蓝的了。他好像是红开，嗯，他是红开。那这波他应该是去红去了。去红找一找剑圣。把这卡特杀了得了，升六了吗？三花巨鼎，留个 W 啊，等着剑圣来了。哎，他有闪吧？这怎么扣着我的这剑圣？哎，这个剑圣扣的好快呀、啊！我都 W 都这么快了，都瞬移走了，他都能扣着我。他也不是闪现扣的，什么东西呢？这波，看我药用不用卖啊？瞅一眼，差了40块钱。打他个闪也行吧？他不应该扣着我的这波，这怎么能扣着我呢？哎，这卡特要干嘛？你有惩戒的，他要干啥呀？我到了，我们把这猴杀了吧，我就不放大了啊，这。掏死的，我把蓝打了的。哎呀，算了，我这中路推一波吧，然后让铁男帮我们打蓝，然后我把蓝拿了，先把中路线给他带了。你要把中路塔给拆了也行。操！打破了一抽，还好我没上去，我上去这剑圣有点猛。先扫一下，看看这里有没有眼，剑圣可能要过来啊。打破了一抽，掏，再掏给大 A E 回来。一个甩，剑圣下去了，我们去找剑圣去。
A E W 走回手 Q 一掏 A 一个手里干小破装备吧，我这布甲还我比他多1000多块钱呢。我们也来个收集者，走去下路。这卡特怎么回事？去撒滑板鞋呢？哎，卡特琳娜 W 一 Q 过来给大平给 E A 回来，别着急，等他掏手里干平给。打死了吧，吃狗屎！剑圣应该到了，可能啊，让他 Q 我们 W 过来，回手掏，掏接平 A， 我们隐身，手里干，不行，我的虚区还不足以能把滑板鞋杀了，回家了。来个这个，下一件装备我得右一点了。老猴，你怎么回事？老猴，为什么拆我的塔？猴，小心点啊！那猴过去了。我个猴没什么物抗，我们赶紧过来啊，赶紧过来，这积木要被干了，快快快快快！你先隐身 ，W 一 Q 先把卡特掏死 ，A E 再掏，再掏，这掏 E 打他应该不用，不用大招感觉。算了，放一个吧。万一他一个 Q 把 Q 死了呢？对不对？把这上路塔皮吃一点。我再杀个猴吧，搁我这玩猴，我今天不杀个猴肯定是不行了。拜拜！看有没有红 buff， 卡特有沙漏吗？没有沙漏。这卡特到底要出啥呀？要出辣十字牙呀？打不了一抠掏，我马上到啊，坚持住兄弟。打 W 过来手里干给大招，点炎放 E 回来，机器人手里干，走位走位。你真要杀我呀？你不会吧，你要杀我？
我看看啊，别着急，等他身上被动消失。好 ，QAE， 掏一下，那剑圣 Q 我们 ，W 走 E， 没有，查克拉了，打个男 buff 给我，呀，快闪！我就知道他有闪现啊。先 W 一下，来 ，R 过来 ，W 回去 ，EQ 为什么没助攻啊？因为没虚区吗？买个幽梦吧。大招没伤害，怎么没伤害？大招可以造成339点物理伤害，加上印记造成总伤害40%。猴不推了，我们收波线。我应该直接 E 的。我 R 完直接 W 回来放 E 好了 ，E 慢了，我现在扣 E 来着。我来了，这红 buff 我要了。你真敢来呀，这剑圣！我一看呢，剑圣是真敢 Q 啊！两个人进里边打架去了，能打过不？哎，我来了。别打着蓝 buff， 别打着蓝 buff， 你又不缺蓝，我缺蓝，我搞个黑切吧。猴应该是够呛了，假猴，你看这个笨样吧。一点个屁，来你 A 一下，我 A 一下，我掏，哼，跟我抢别人，我这被动白来的呀，这个红也不能给他。瞅啥呢，兄弟呀，这能是能瞅的样子吗？晃来晃去的呀。Hello， 手里干。嗯，看有没有跳弹，没有跳弹，把它掏了吧。
出门。看不懂。29杀，拿下！我看这猴能杀不啊？被莫格拉给杀了。他没把德莱文杀掉，德莱文脾气真暴啊！德莱文，给大家结个账啊！